请掀开经本，832面，832面。前一次讲到这个八部身里面最后一句是讲人非人等，那么这一句呢，就讲八部以外其他的这个一切众生都包括在其中。人呢，在现前呢，算是我们的本道。八部啊，都是希望得人身，得人身是便利修道。那么已经得到人身的人，总希望啊，在这一生当中啊，证得解脱。那么种种解脱当中，最为殊胜，无过于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可以从世尊的这个一代实教当中看出，佛出现于世，在菩提场，最初为41位化身大师开演《大方广佛华严经》，就直归到西方极乐净土。这是我们要注意到的问题。你看这个幕后10大愿望导归极乐，幕后一会呀，就是法华会。法华会上也是极力劝勉我们往生。普门品在法华经里面是重要的一品，所以当年智者大师将这一品加以注解提出来单独流通，就好像呢，这个10大愿王清凉大师把它提出来单独别行流通一样。智者一生呢弘扬法华，建立了法华宗，就是天台宗也称为法华宗。他是教义法华，教义上依据《法华经》的理论方法，他修的是净土法门。自己在临命终的时候往生西方世界，我们在《净土圣贤录》在《往生传》里面都能够看得到他的事迹。那么由此可知，往生西方才是修行究竟的归宿。如果不以这个为目标，我们要想脱离六道，那是相当不容易。那么佛菩萨了，观音菩萨教给他离开人道，离开娑婆世界的方法，为他设这个法门。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非人，这是指前面所讲还有没有包括在其中的，以这一句话了就都含摄了。像古德所谓有形有色，如修旧精明一类的，经上虽没有说，但是也包括在其中的。我们一般人讲呢，是灵鬼一类的，没有包括在这个八部里面。那么这些灵鬼虽然也有点小神通，他也有他的苦处，他也不愿意长期沦落在那一道，所以总想摆脱而想不出方法。菩萨大慈大悲，只要一心称念，都能够随类现身，应机说法，帮助他成就，帮助他达到他的愿望。那么这是这一段
底下一段呢，金刚身，应以至金刚身得度者，即现至金刚身而为说法。执是智齿，金刚是兵器，古时候的兵器之一。像韦陀菩萨手上拿的那个金刚杵啊，兵器之一。这一类呢，特别指的是护法神。注解里面有一段小公案，在许许多多金刚神里面，举一个例子来说。诸位从这一段小故事当中能够看出，有一类的众生他化心护法，因为佛法的弘传，如果没有相当力量的人来护持，他会有障碍的。虽然在理上讲是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啊，可是事实上呢，有一些迷惑颠倒的人没有正信，佛法弘传了，对他本身所以眼前的名利呀，有许许多多的妨害，于是他就极力的来排斥。那么这种现象在现前，在过去，在中国，在外国，时时处处我们都能够见得到，所以一定要有有力量的人来护持。那么这一类人呢，都可以说是至金刚身。这个护持是有显有明，才能够使佛法真正流通而没有障碍。公案里面是举《正八念经》里面一段经文来说的，那么从这一段公案里面也能够看出来，诸佛如来菩萨与那些护法的过往大臣乃至于护法金刚，在因地当中都有密切的关系。那么我们晓得这一点呢，我们现前正是在因地的时候，如不能与一切众生广结善缘，将来你成佛了，你成观音菩萨了，谁来护你的法？如果你现在给一切众生多多做冤家，到你成佛要弘法的时候，魔来扰乱，这些冤家来找麻烦呢。所以护法神啊，给那些冤魔都是在因地里面结的，善缘结得多，护持的人有力也多；恶缘结得多啊，那么是扰乱障碍的人也多。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因地，明白这个道理了，就应当广结善缘。有一类众生，他发这样的大愿啊，那么这个文字诸位自己去看。这个要紧的在832面到这个最后一行，众生志愿勇猛啊，护持佛法。有一类啊这样的众生啊，他发这个愿，他发这个护持佛法的愿。菩萨现其身，设摧邪扶正之法，令其成就。护法的功德也是不可思议，护法的功德跟那个弘法的功德呢是同等的，决定呢没有高下。
你比如佛，佛这一生弘法利生，诸位晓得功德巍巍，不可思议。那么当年像那些国王大臣护持他，那个功德跟佛一样大。如果没有这些国王大臣护持，佛法不能弘扬光大啊，那么佛这个49年的教化就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了。所以他们的功德与佛没有两样。没有他们提供道场讲堂，佛到哪里去讲经？一般人有谁知道佛在讲经？有讲堂就有场所了。那么大家想听经、想亲近佛的，他有一个去向。佛子的话都想亲近佛，不知道佛在哪里，找也找不到。哦，大家想到哦，佛住在奇树救孤独园，找到这个地方去见到佛了。佛住在灵鹫山，找到灵鹫山就找到佛了。这个护法的是提供弘法的修行的场所，供养像经里面讲的这个四事，叫这些修行人在生活上没有忧虑，圣安道隆啊，这是护持正法的必须要做的工作。另外呢，这就是催邪扶正啊，有一些邪知邪见的人要来障碍佛法，破坏佛法，这个时候护法金刚必须来阻拦。诸位晓得佛菩萨是大慈大悲人，那魔来劝佛，佛了你不要讲经了，你最好离开这个娑婆世界了。释迦牟尼佛非常慈悲，好，我答应你，就走了。释迦牟尼佛入观涅盘是魔王波旬祈请的，要求他离开这个世界，不要再弘法利生，佛就答应他，太慈悲了。没有金刚神那怎么行呢？那佛就答应了，金刚神那你就把他阻扰了啊。所以佛菩萨总是大慈大悲，有求必应。魔来求佛，佛也答应，佛心是平等，平等心里面无佛无魔也无众生，这是前面都讲过的。那么由此可知，护法神在佛门里担任的角色是非常的重要。那么到此地是把这个33身都说过了。再看下面经文，这是总结。无尽意是观世音菩萨成就如是功德，以种种行有助过度度脱众生。小助理的说，成就功德戒律，这个律呢就是前面所讲的都是略说，菩萨的功德实实在在说不尽的。种种行等就是种种行底下这个三句，这是指广，叫我们从前面的略说就能够联想到菩萨功德的广大无边。一菩萨随类变现，何止33身？这个33是33大类，每一大类里面都是无量无边身，真是尽虚空遍法界，无处不现身呐！应化诸云呐，哪个地方有云，菩萨哪里就有现，齐居娑婆世界，设法无量无边的世界，哪里没有观世音菩萨？种种行，这叫身广也。应以什么身得度，菩萨就能现什么样的身。有住过度，所化处广也，
无处不现身。度脱众生呢，是众生得到菩萨的恩惠利益，广大无边，有求必应呐。可是求的方法，诸位必须记着前面世尊的开导，一定要专心，决定不能有疑惑，一心称念，心称恭敬，一心就是恭敬，口里称念，身体礼拜，要想真正得到感应，必定要专修啊。这是我们在讲堂里面屡次的提醒诸位同学，感应道教全凭一心。前面跟诸位讲过，只要你得一心了，与诸佛菩萨都能交通。既然与诸佛菩萨可以往来啊，可以交通，就是有感应，与这个诸天、与鬼神、与一切众生皆能感应往返呐，这是必须要牢牢记住的。我们这个修行才能够如法。经文到这里是正大普门法经，这个经就是打完了。下面是第二个大段，劝心供养。释迦牟尼佛劝无尽意菩萨，也就是劝我们，是故如等呢，应当一心供养观世音菩萨。经文要看清楚，用什么去供养观音菩萨呢？用一心，一心是真供养啊。你要是你供养财物，菩萨的功德发财无量无边，用得着你供养吗？用不着啊。我们对于诸佛菩萨的供养就是一心，是观世音菩萨、摩诃菩萨于不畏极难之中能施无畏，是故此娑婆世界皆号之为施无畏者。我们看这个小注，这段文里头有几个小段落，佛大前问后，大佛前面的问题之后答完了，劝持名众生即和菩萨真身名印啊，但可持名秉字故劝受持。这是劝勉我们的第一点，言语说得非常清楚，非常的肯定，只要你一心持名，这个和就是蒙的意思，你就能够蒙观世音菩萨真身名印暗中的保护你。所以佛才劝你受持啊，受持接受，接受经典里面所讲的理论与方法，依教奉行。把后问的末了啊，前面是两个问题，一个是问菩萨这个名字的因缘，一个是问菩萨在娑婆世界弘化的因缘。佛答完了之后，劝供养者，众生即和菩萨三业显印，见色闻声呢，故劝供养也。我们既然蒙菩萨明显感应，自然要发心供养。供养里面
前面说最重要是一心，一心呢是一意供养，一心流露在外面，那就是修法供养，修法供养，弘法供养，这叫真供养啊！各位看《华严经》，十大愿王所讲的广修供养啊，一切财供养不如法供养。那么底下说，是观音下出供养意也啊，出是摄出。摄出了供养的意思，是观世音菩萨摩诃萨于不畏极难之中能施无畏，由前面所说的救七难，念三毒，应二求，福门圆应，随类说法，真应二身，真是指菩萨的法身，应是指菩萨的应化身，真身遍一切处，应化身是随类化身，有感思应，俱为能施啊！菩萨法报应三身都不施，明显二义，这是两种利益。一种是暗中保佑你，一个是明显的教化你，能叫我们真正的无畏。就像《心经》里面所讲的，照见五蕴皆空啊，离一切苦厄啊，这就是无所畏惧了。心无畏惧，心才安，心才怡，才能够入道。俗话说才能够得道啊，所以幕后啊才有这个戒贪。在娑婆世界里面，大家都公认菩萨是不施我们无畏的人。佛劝无尽意菩萨供养，无尽意菩萨立刻就接受。我们看底下经文，无尽意菩萨百佛言：“世尊，我今当供养观世音菩萨，即结尽众宝珠璎珞，价值百千两金，而以于之作誓言：忍者受此法事珍宝璎珞。”无尽意菩萨很难得，听了佛这一句话提醒啊，立刻就发心供养。但是在言辞里面注意要留意，称观世音菩萨仁者，仁者就是大慈大悲者，仁慈之人。你看，受此法事，不叫财事，它叫法事，这个意思就很重了。我们看这个大义法师的注解，众宝等，众宝建筑共为岩石，他这一串璎珞，这是装饰品，佩戴在胸前的，是由许许多多的宝石穿在一起而成的，不是一种众宝建筑。那么下面呢，大师假设一个问答来发明这个意思，是问以璎珞经粗铸啊铜宝璎珞，乃至等觉摩尼宝璎珞，今无尽啊位极高深，这个无尽意菩萨也是等觉菩萨，璎珞何用无价了，岂可只值百千两金，
这是我们读经看经看多了会有这个疑问。因为看到这里，这无尽意菩萨这个璎珞好像不怎么太高贵吧？啊，他的地位是等觉菩萨，那应该说他这一串璎珞的时候，那是无价之宝啊，百千两金还是有价的。我们看到这个数目很可观了，在这些大菩萨心目当中，还不算很多。大言，言百千者，但举数斗，这是六举而已，也是无尽意菩萨谦虚来说啊，说我这一串璎珞值不了一点钱，就这个意思。其实啊，是无价之宝。这是带着谦虚的意思在里面。如云呢，百姓万民，其举百万载。你说我们一般讲百家姓，那个百是个总数，不是定数，啊，绝不止一百次的，也是这个意思，就是六千乘的意思。那么像这些地方，我们都应当要学习。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待人接物啊，送人再名贵的东西，也说的是这值不了什么。人家受的人的呢，他心里比较安。你说我这是无价之宝，人家还敢要吗？不敢接受了，是啊，不敢接受。接受的时候，他想到大概你对我有什么企图，是不是？他又不放心啊。你说我这值不了什么，他接受也就无所谓。像这些地方，你说。这个平常的礼节啊，这些大菩萨了往来啊，礼貌都非常重要。那么下面这几句话就重要了。璎珞本财施啊，璎珞是财宝啊，布施里面它是属于财布施啊。可是无尽意菩萨在言辞里面说，仁者受此法施。啊，为什么成法师？解诸相也。如果我们做了相，这个财那就是真正是财师，法也变成财师。如果不着相，不但法是法不是，财师也是法不是。财不是得世间福报，法布施成五漏功德，这个果报完全不相同。底下解释得很清楚，当解因之时，无尽意菩萨把他自己所佩戴的璎珞解下来，奉因之际，这个双手奉送给观世音菩萨，在这个时候。三轮体空啊，不着能布施的模相，不着所布施的璎珞相，不执着能接受我布施的人相。三轮体空，你看他这个心多清净，这叫法布施。即此一物悉不离一尘，他有清净心，清净心中本来无一物，不离一尘。大则周边法界，因为他心是清净，没有障碍，所以他这个功德是尽虚空遍法界，观四十二位之功德。这个四十二位从圆教初住到如来果地。四十二个位置，这样的布施我们应当要学啊。同八万四千之妙行，一修一起修，就这一布施，六度万恨呢，它都圆满。为什么会圆满？你要晓得六度万恨的目的是什么，无非是求一心不乱三轮体空嘛。我这一发的修学就达到一心不乱，就达到三轮体空，
那不是六度万恒通通圆满吗？这叫一行一切行，一修一切修，一成一切成，双成双圆，错综交罗，非法师而合，菩萨修师皆是法师啊，众生修布施啊，全都是财布施。讲经说法跟诸位说还是财布施，这对果报是人天福报。为什么呢？三轮不可无啊！啊，做了我讲经有我相啊，做了我在这里讲《法华经》普门品，做了所说的法相。哦，有这么多同学在这里来听啊，听我讲经啊，接受我这个发布施啊。着了众生相，三轮不空。这个三轮不空啊，讲经说法也是修福，与定慧不相干。所以那个会说的三轮体空，三轮体空的样子，说而无说，无说而说。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讲经49年，最后他给我们说，他没说一个字。谁要说佛说法了，那叫谤佛，那才叫真正发布施啊！他的清净心中从来没有起念，所以我们在讲习当中常常提醒同修啊，我们要像诸佛菩萨一样，要发大愿。但是不能像凡夫一样的有心，有心太黏，那就错了。当众生有障碍，机缘没有成熟的时候，诸佛菩萨也是天天在说法了，从无间断的。可是我们众生呢，见不到啊，见不到佛菩萨的形象，听不到佛菩萨的音声，但是佛菩萨法音呢，时时刻刻是明明加持一切众生啊，好比广播电台广播的这节目一样，它是周边法界，我们呢就好像个收音机一样，收音机有了故障了，怎么调也收不到，不是没有啊，的确是有啊，可见到它加持过，我们自己有障碍收不到。那个没有障碍的收音机一播，就收到了。那么电台的播的这个频率啊，每一个收音机决定平等的，不会说有偏好的啊，对它多一点，对它少一点，没有。啊，那么你收听的清楚不清楚，或者听到听不到，完全是你本身的问题。啊，你本身也没障碍。诸佛菩萨平等慈悲啊，对于一切众生。是圆满的法师，这是我们应当要相信的。再看底下一段，十观世音菩萨不肯受之，观音菩萨很谦虚啊，无尽意菩萨拿这样的珍宝来供养他，观世音菩萨不敢接受，不肯接受。我们看这个注解所讲的，不肯受者为无尽奉命供养，无尽意是奉释迦牟尼佛的啊，一直啊供养观世音菩萨。我为奉命，观世音菩萨没有得到佛的许可，你要接受，他还没有，哪乎这受？这个几句话说了，学生在老师的面前一定是尊重老师，尊师重道。虽然呢，观世音菩萨是故佛再来道家慈航，但是他现在的身份是菩萨，佛的身份是老师，这是就吉祥而论的。
必须尊师重道。好比这么唱戏，他那个学生呢扮一个皇帝，老师扮一个大臣，在戏台上呢老师还要给学生磕头啊，那要表演啊，那不能说你做皇帝我是你老师那不行，你要拜我那不就颠倒了，那不可以。故佛再来世现菩萨身份，他对于那个世现佛的学生呢也要恭敬，就是这么个意思，这样才能教化众生嘛。所以观音菩萨还没有得到佛的许可啊，他不敢接受，这是表示尊师重道，同时呢也是有谦虚的意思，谦让。送一次不敢接受，送两次三次才接受，一方面表示尊送的人诚意，这个接受的人呢谦虚啊，所以也是四虚孙让啊，施受有益，这个义有义务，一又于奉不足，施者的人啊他有多余的，受者的人他有欠缺，他缺乏，我有多的我可以赠送给你，布施给你，所以施受两当啊，都应当。此因具有，用意是我，我有余，彼不足，亦安在哉。如果这个因多的时候，无尽意菩萨有，观世音菩萨也有，既然彼此都有了，而且我还有余的比你还多，你还没有我的多，那么你来布施我供养我，道义上讲不过去。这个几句话也非常重要，当我们修布施修供养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想一想，他有余了我不足了，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就不必修供养了啊，就是不必在这个地方修，还有啊缺乏的人，我们应当要供养他，应当要帮助他。可是世间人怎么样，总是喜欢锦上添花了，几个人晓得所谓雪中送炭，这里教你布施就是雪中送炭，不教你锦上添花，是这个意思啊。这叫真正布施啊，施者受者都有道义啊，应当施应当接受。大家在佛门里面修布施，他有一个信念，佛门里面布施修福的，纵然这个佛菩萨法师他有余我还不足，我也愿意布施，一不足就奉有余，他求什么？求福报。那么我们就得想想，他是来修福的，如果我们不能叫他得福，那就是古德所说的了，披毛戴脚环呐，这个事情麻烦大了。我们自己没有修行正果，没有观世音菩萨这样的神通广大，那我们接了怎么办？不接受，不接受不行，人家来赔福你拒绝他不让他中福，这个不可以，讲不通。别人来给你戒缘你拒绝不跟人家戒缘，这讲不通的。学佛的同学无论在家出家都要记住啊，人家来供养你要接受，人家给你戒缘一定要接受啊，戒缘不接受他无缘了。不但这个出家人人家来供养戒缘你要接受，在家人人家供养你戒缘也要接受，接受怎么办呢？辗转布施供养吧。这个缘呢是越结越广，将来的法缘才殊胜啊。别人供养你的财宝
给你借原债的一些财物你都收藏起来了，放到保险箱去了，好了，那这个原是你一个的，将你离自己慢慢还了。这些财宝供养我了，我马上散掉了，好，与一切众生借缘没关系，我不得到还的人多了，是那些人都会替我还一份，所以要晓得这个道理啊。啊，我们的语言非常的广大啊，所以说不可以借财啊，财论要散，散得越广大越好。你将来弘法，法缘殊胜，你在这个世间人缘好啊，你布施的多吗？你人缘好啊，你做生意啊，你的顾客多啊，大家都喜欢你的产品，你要去竞选，大家都投你的票，缘结的多嘛。所以懂这个道理，别人供养我们，我们马上辗转供养，辗转布施，诸佛菩萨能够弘遍三界，他就是这么修来的。不但我们自己要这样修，我们也帮助别人修，帮助别人修就是修自己嘛。每一部佛经幕后讲流通分，流通分什么意思呢？帮助诸佛如来修法布施。我们今天印经帮佛布施佛法，我们今天的讲演也是帮助佛在布施佛法，我们在这里讲录音带普遍在流通，也是帮助佛流通佛法嘛。佛把这些道理方法布施给我们，我们辗转马上就布施出去，布施给一切众生，这也叫法布施。到我这里就为止了，不肯出去，另法财物到我这里止住了，不肯流通出去，叫另财。另法的果报愚痴，另财的果报贫穷下贱。所以诸位是读经读到这个地方，你要晓得这里面含着有这一层深意思在。我们再看底下啊，观音菩萨这个第一次不接受，显出无尽意菩萨的诚意。无尽意佛本观世音菩萨言：仁者名我等故，受此璎珞。这把他这个供养的意思说出来，我为什么要供养你呢？啊，是求你大慈悯我们这一切众生，求你接受。这个小注里就说：“我为四众布施，我的布施是为什么？为了四众弟子啊！这个四众就出家二众、在家二众，为的来布施啊。”人民四众不受，你为了怜悯四众、教化四众，应当接受。你说这个弘扬佛法、流通佛法，没有财物，无法利益众生。我们今天把这个《法华经》供养人，这个经本子需要钱印的，这是财物啊。没有这笔财物，就没有这么多经本。那么大家供养这个钱财，我们拿来印经，才能够流通佛法，利益四众。拿财布施的，这个是对的，这是有意义的。我们接受的时候应该的，把这些财物变成经书，利益大众，这是应当要收。你说我不收，不收错，不收错。不受身，不能流通大法，不能利益众生，这是我们要明白。前几时有一个法师到我这来，跟我也非常熟，没出家就我就认识他。他一个人算非常之好，自己感觉到自己出家20多年了，什么都不会。他是个退役军人，他有八成新，大概一个月可以能够拿到10000块钱。
所以他从出家一直到今天20多年来，不接受任何人供养。他说他自己无德无能，不敢接受供养。听说接受供养将来要披毛戴孝玩，他不敢接受啊。那么自己拿的这个薪水当然用不完，所以他也常常做这个好事，就利用他这个多余的钱来做好事。那么表面上看起来呢是很对，其实也错。为什么呢？如果他接受大众的供养，他这个财力更丰富，他可以做更多的好事啊。他常常是印诵经、印经书送给人，一年嘛印个一两次，他借余的累积的钱才值那么多。如果要能够接受大众的这个供养的话，譬如印经的话，他每个月都可以印。所以我们晓得这个道理啊，供养不是我自己享受啊，是拿到我这摊，我用一个用我的智慧，用我的方法，是叫一切众生个个都能享受到。那么问问这种供养布施要不要接受？应当要接受，接受有意义啊，意义就是有道理啊，应当要接受。如果是供养自己，一切都为自己生活，能过得舒服一些，这个是不应当，不应当接受。辗转布施一切众生，帮助佛弘扬佛法，帮助那些供养我的人，为他们真正祈福，那是应当要接受。底下也是属于三轮体空的。以无所施而施主，以无所受而受主，这就对了，都可以接受。施受心都清净，心都不动啊，这是能施能受。施与受啊，都是无量无边的功德。下面这个佛啊，也劝观音菩萨了。尔时佛告观世音菩萨，当名此无尽意菩萨及四众天龙夜叉乾大婆阿修罗迦罗罗紧那罗摩诃罗伽人非人等受此璎珞。菩萨在此地给我们做示范了，为了这个广大一切苦难的众生，我们必须要接受，接受过来之后，以这个福加持一切众生，令一切众生消灾免难了。意思在此地。那么这是佛，等于说是劝无尽意修供养，也劝观世音菩萨接受，此劝受也。物愿表理呀，物可辞乎？物称之为礼物，这个是不能辞的啊。那么讲谦让，在此地再跟诸位说，谦让是平等的、平辈的，就有礼让。如果说长者长辈，你给他谦让，那就是礼。你看《礼记》里面讲的。长者赐不敢辞，他说我们长辈给我的东西赶快接受来，谢谢就完了了，一点都不能客气。因为客气什么？平辈才能客气，长辈不能客气。你对长辈客气那是不敬，这个要记住。那他要是你父亲的朋友送你东西，接受过来谢谢就完了，你说长者赐不敢辞，要懂礼，也不能说推着，哎呀，我这个不可以的，啊，这是只用你平辈，只用你平辈，啊，这是一定要想的，啊，不要跟那些长者，哦，你学了谦让，将来对长者也谦让，错。说辞其物则觉其人，受其物则纳其钱，所以这物施供养一定要接受。故曰当命啊！佛门弟子接受供养，那个意义
绝非寻常。啊，这个接受供养就真正是有无量无边的功德。啊，它能够辗转弘化。就像那个你看那个诗社里头辨识真言一样。啊，一变为奇，奇复变奇，化成无量无边的通变法界。它有这个意义的。把你那一点点钱，你想把它变成佛法，佛法弘扬到尽虚空变法界。你本身做不到，一到佛门你就做到了，所以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利益。所以佛这才赞叹供养啊，赞叹布施啊。底下讲呢，故曰当悯，皆悯啊，悯是怜悯一切众生，正以菩萨为无故事，为无故受也。无见一菩萨，因为观世音菩萨弘法利身，所以才布施供养他。观世音菩萨也正是在做弘法利身的工作，所以应该接受。无就是指一切众生，夫无见呢，是因。啊，无尽意菩萨不是因乐，意在经世，观音不受啊，意在世际。那么这个里头有表法的意思，很深的意思，就是无尽意菩萨不施，它的意思表什么呢？就从吉相上说，吉相上应该要有的啊，就是从四相上说，观音菩萨不接受行礼。真如实际不受业法。啊，像六祖大师说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讲到这个真如实际一法不离，这个含义就很深了，就表达了。那么由此可知，是有事有理啊，佛这一劝呢，理事圆融。啊，无尽意也是表的事，观音菩萨不受行礼。我这一劝呢，理事圆融，这个里头味道很深长啊。如来劝受于贤，无所求而求之，无所受而受之，是受皆从极灭中来。这个几句话很重要，就给莲池大师在弥陀经的每一段注解后面行礼，称信而说，这几句话是称信而说啊，无所求而求之，无所求对自己无所求，对众生呢也无所求。正所谓是坐而无坐，我无坐而坐。菩萨对自己一心清净，无所求。弘化众生他也无所求，缘成熟了就得要做，缘不熟了就不要做。什么叫缘成熟呢？大家布施供养都来了，难道他不能不做吧？那没有人布施供养，不必去求，我现在要做个什么事情，你们大家要出钱出力来帮助，用不着，用不着，不必。这才叫无所求而求。那个求是什么？是自然而来的，不求而求。你大家把这些东西送来了之后，那怎么办？那只好做利益众生的事情。啊，他送的多我们就做的多，送的少就做的少，一点贪恋心都没有。你看这个多自在，做了跟不做一样的自在。啊，不做心是清净的，做了心还是清净的。就是华严经里面所讲的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啊。啊，俗话是水到渠成啊，哪要费一点心思。语言不成熟决定不勉强。语言成熟了随缘不变，不变随缘。这一段经文是教我们这一个法门啊。教给我们随缘而不攀缘，随缘就自在了，心安理得。
攀缘就不自在了，攀缘心里面有无量无边的烦恼，何必要做那些勉强的事情。诸佛菩萨再再示现教导我们，自利利他应该如何去修学，这都是榜样啊。无所受而受，自己没有受，众生也没有受，正是前面所显的世界离体一法不立了。但是一切的事无一不是在积极的进行，它不是消极，它是积极。积极当中心底是那么样的清净，世受皆从极灭中来，极灭不是生命。前面跟诸位说过，举楞严经里面的经文来说明，生灭即灭，即灭现起。生灭是前面六劫通通是生灭法。六劫是什么？如果在唯识里面讲，就是有为法，心妄心所不相应行法，一切色法，乃至于相似的有为法，不是这个真正的无为，通通都是生灭法。只有一个真如无为，不是生灭法，不是生灭法就叫它做极灭法。世受包括了一切法，无量无边一切法门，这世受两个字全都包括在其中，可见的无有一法不从极灭场中而来啊。换一句话说，无有一法不是真如自性变现而现出来的，在此地显一因之福，一串因落布施的福报。无尽意那是七宝的因落了，我们今天就是这个化学的不值钱的那个福报，跟无尽意的那个福报是相等，无二无别。为什么呢？它是从寂灭中而来的，我这一串化学也是从寂灭中而来的，有什么两样？周寂无涯了，拿这个来救度一切众生，免其难，离三毒，应二求，门庭世事，圣也何如？甚是殊胜的。这个门庭就是普门圆印啊，普门圆印是特别显示在流通大法上。这一品在《法华经》属于流通分，前面跟诸位讲弘法流通，妙音观音这两品是讲弘法流通，弘法流通要普门圆印的，众生有感，他心里感动想修佛，我们要尽一切的力量帮助他满他的愿，不但要尽力，要快速地帮助他，他早一天闻到佛法，他早一天成就了，尽心尽力为一切众生着想，还没有意思的，心里还没有发动的，我们要想方法了叫他发心，这是我们应当要做的。那么这个下面呢，这是举个比喻，是阳春一去啊，何者水火？奈有池地了之分晓，所谓逢场作戏呀，自言人语。这段话很有味道。啊，释迦牟尼佛给这个无尽意观音菩萨这一唱一和，谁懂得意思呢？如果没有一个知音的，这一唱一和，好像这个唱这一台戏白唱了。为什么呢？没有懂门道的，大家都来看热闹，没有一个懂门道的，也辜负了这佛菩萨。幸亏好在场啊，有一个人懂门道。这底下要说明的就是持地菩萨。看在下面，在这一品经的幕后，我们就看到持地菩萨。
说即使观世音菩萨名住四众，即天龙人非人等，受其璎珞分为二分，一分奉释迦牟尼佛，一分奉多宝佛塔。那么佛一劝告呢，观世音菩萨接受。你看这一接受啊，不是马上戴在身上，不是的啊，你们要注意这一点啊，不是自己在受用，他把它分成两份呢，一半供养释迦牟尼佛，一半呢去供养多宝佛塔。这个底下注解说，一业因作二分者，表于一行必居二因，理在正因，事在缘因，离四不二名曰妙因啊。奉二佛者，二因去二果也。到此地，劝行供养这段经文讲完了。经论里面常常提到三因佛性，此地说的有二因。三因佛性呢，正因、了因、缘因，这个地方是正因。正因是什么？是真如本性，这是你每一个众生都具足的，是本来有的。正因本有。了因是什么？了因是般若智慧，就是对一切法正确的理解、明了，智慧现起。了因是开解、开悟，对于一切法能够得到正确的理解。缘因呢是修行，是起行，结了而后修行，修行是缘，那叫四呢，四的缘因，理四不二，这叫妙因啊。前面妙音菩萨如是修，观世音菩萨所修的也是妙音，只是把妙音啊把它拓开，把它推广，成为普门原因。所以这两尊菩萨修的是一样的法门。那么换一句话，妙音菩萨是妙而不广，观音菩萨是妙而广大，是一样的心门。奉二佛呢，就表正因与这个原因。以释迦牟尼佛代表的原因，以多宝佛塔了代表正因。诸位要明白这个意思，那么我们接收这个供养，你也就不要是死在这个字里行间。现在人读经这个毛病犯得很大啊，一看到供养好，我这里有人供养释迦牟尼佛像，我把这个人家供养的分一半供养佛前面，分一半再供养一个佛塔，试问你起什么用处？不起作用啊！你应当要是拿到这些财物，启发一切众生的智慧，帮助一切众生的修行，那才叫真正的一分奉释迦牟尼佛，一分呢奉多宝如来。这叫供养啊。我们建立道场，讲经说法，临众来修行，到这个地方他修行的人，他开悟了，他得一心了，就修行这一方面来说，就是供养释迦牟尼佛，就他开悟得一心来说，就是供养多宝佛塔。诸位要晓得这个意思啊，这叫真供养啊。到前面，你说前面这一篇，我们这次没讲的时候，药王舍身，你要念到这边，哎呀，药王菩萨为法舍身，好了，我们为佛法，把身上倒上汽油，把身体烧掉，你这是为佛法吗？人家一看到你这个行为啊，报纸上马上登了，佛法可不能学，你看学的是一个都自杀了，逃避现实都自杀了，错了啊。
经里面写的这个样子，写这么写的时候，你要懂它的意思。意思什么呢？舍己为人，啊，燃烧自己照耀别人啊，这个意思。怎么燃烧自己呢？用自己的智慧，用自己的双手，替社会大众造福，不为自己，完全为别人，这叫燃烧自己照耀别人啊。你真的把身体烧了之后，你能替众生做什么事情？所以佛经里面讲燃指，燃指就是什么呢？我们用双手万能呢，替大众服务，这叫燃指。那这个双手不是为我做事情，不是自私自利，不是为自己，是为大众。啊，燃顶，顶是表智慧。啊，用我们的聪明智慧啊，去利益一切众生，是这个意思啊。不是叫你真的烧掉，真的烧掉了，那佛菩萨都流眼泪了，你还能替是众生做什么事情？佛门有许许多多，这个文字吉祥言语都是表法的，意在言外啊，你不能死在言语当中啊。多宝佛他是什么？多宝佛他是我们的清净心呐、啊，释迦牟尼佛表什么？表我们的修行呐、啊。我们在此地讲经啊，我们在念佛堂念佛，这是代表释迦牟尼佛。那我们讲堂念佛堂种种设备，这就是供养释迦牟尼佛。我们在这里面得一心不乱，得智慧明了，这就是供养多宝佛塔了。大家要晓得这个意思，不能搞错了，搞错了就迷信了啊。佛法里的常说啊，一文解义，三世佛愿。你要是依照这个文字上去做啊，三世诸佛都喊冤枉。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全把这意思弄错了啊！那各个佛都喊冤枉了。这是佛法的难处啊！所以佛在《华严经》里面讲啊：“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世间聪明智慧没有办法理解佛的意思。那么由此可知，这个学佛没有善知识指导，没有办法成就。那为什么呢？意思不在文字里面，在文字外面。啊，你一定要能领略弦外之音，才能如法。幕后这一句，这是长行里面的总结了。无尽意，观世音菩萨又如是自在神离，游于娑婆世界。这个注子里面说了，如是神离者，指普门世界。三十三身说法也，正答云何有此世界之问。无尽意菩萨两个大问，释迦牟尼佛都给他做了简单扼要的答复。虽然简单扼要，言语是简单扼要，意思是无有穷尽的，圆圆满满的解答出来啊。那么我们对于观世音菩萨总有个认识，认识观音菩萨，你才能相信他，你才能不怀疑他，你才晓得怎样去修学普门的法门。下面呢是偈颂，偈颂里面大部分都是属于重诵，但是也有故起诵。作为重诵，重复前面的经文，重诵的意义有很多。第一呢，就是这个经典呢，必须要能够背诵。如果要不熟，不能背诵，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提不起关照功夫，没有办法了，把这些道理、这些方法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那么换句话，你必须要记住。记住长行文难记，这个记诵等于诗歌一样好记，那唱唱就会了，就熟了啊。所以长行文呢，便于解释，记诵是便于记忆。这里一部经里头有长行有记诵，它这个道理在此地。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呢，这个佛讲经啊，不是学校上课，
所以听众啊没有那么整齐，有先来后到。先来的人前面都说到了，后来的人前面没说到，前面说到佛很慈悲，也不能辜负他，他既然来了嘛，就很难得了嘛。用寄送啊，把前面又溜溜的说一遍，把前面补出来。虽然你是后到的，前面的意思啊，从寄送当中你也能够体会得到，都能够得到完整的佛法。那么当中有故其众的，就是前面是没有讲到的，那就是前面有说的，还有不圆的地方，拿这个寄送来补充，使佛说这个意思更圆满，更为究竟。有这么多意思，所以这个寄送呢就不能少了。尤其是一般世间人呢，都喜欢音乐，都喜欢唱歌，这个寄送呢就是歌词。可以配上这个乐章啊来演奏的，可以来唱的。那么底下这是口判啊，寄送闻后重诵，受思不已，是鸠摩罗什大师。鸠摩罗什大师所翻译的《法华经》，观世音菩萨知道这个地方没寄送。说诸思皆为梵本中有，后方天如。那么这个是在这个钟南山道宣律师《法华经弘传序》在我们这个本子的上册啊，本子上册《弘传序》里面说的很清楚，说明这一段的寄诵是什么人翻译的，什么时候啊补进去的，诸位可以自己参考。那么有26行，这个26行呢？就是26首，因为我们这个本子呢，它这个寄送啊是5言诵，就是一句5个字，4句是1首，刚刚好一行呢就是4句，所以一行就是1首啊。那么26行呢，就是寄送一共有26首啊，26首里面分为3段，初一行就是第一首诵，双诵二问。向后呢有22行，就是22首双诵二答，这是重诵。末后啊有3行双诵二劝，那么且初一行双诵二问。我们看经文，尔时无尽意菩萨以偈问曰，这个是仪式啊，叙述的仪式。那么这个一字一记来问曰，这个也是赞佛啊，用记时唱的啊，像我们现在这个香赞什么都是这个记诵啊，都是有配上音乐啊，那么有这个唱的这个词啊，多半都是赞颂。世尊妙相句，我今重问彼，佛子何因缘名为观世音啊？那么这就是第一首。在第一首里面呢，文字上只看到问观世音菩萨名号的因缘，意思是双海啊，意思双海。他这个地方注解里面也说得很清楚，世尊妙相万德庄严，叹相呢就是赞美佛的智慧德能，因为每一种相好都是百福所修，百福庄严呐。问彼兼含此问，文字上只有一种问这个观世音菩萨名号的来源，里面也就包含了问观世音菩萨什么样的因缘到我们娑婆世界来游历同化，这2层意思，一个是显的，一个是暗含的。那么下面是解答了，具足妙相证，
佛有32相80种好，圆满具足。这就是对佛的称赞。即答无尽意，无尽意用偈颂来问，佛也就用偈颂来答复他。如听观音行，善因诸方所，弘誓深如海，历劫不思议。世多千亿佛，法大清净愿。那么下面这个22首，就是22行22首，双颂二答，分为两段。这个第一段呢是总叹行愿，是总答；后面呢有20首啊是别答。总答这个里面，具足二句，精加续之。集结经的人，他安上。从如听观音行呢，这是佛说的。如听二字，敕令神地，就是我们经常常看的谛听，谛听，谛神二听，是用智慧去听，用智慧去鉴别，不是盲从。观音行者，一心三智。这一句8个字，我们要牢牢地记住。人家问你观音行是什么，你立刻能答得出来。一心三智，一心是体，三智是作用。三智是什么呢？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这三种智都是从一心里面流露出来的。你要有四一心，你就有一切智。你如果有理一心，你又加了两种，有道种智，有一切种智。摩罗汉断了见思烦恼，相当于四一心，所以摩罗汉有一切智，没道种智。明心见性，原教初住菩萨有道种智。登了地呢，就有一切种智。三贤菩萨有一切智，有道种智。地上菩萨三智具足。三智都是一心当中生的，一心当中流露出来的。有了智慧呀，那什么事都能办呢？观彼内因呢，令无量苦一时解脱，即观世音成利他之心也。这是讲菩萨立身的事业，不动真心呢，现种种行。这个真心就是真如实际理地，也就是法身。现种种行就是应化身，故云善应，不动而应，这才叫善。一切过度处处先往，故云住放所。弘誓者四弘愿广啊，这一句非常重要啊！我们要记住一心三智，四弘愿广啊，这都是我们特别要记住、要修学的地方。历劫境界难量，显示出有恒心、有耐心、有毅力啊！不畏一切艰苦，要长时间的来修学啊！以事身故，常时不退呀。以时常故，执佛为动，随佛作为，修诸佛行，报名是佛。这个三句要记住，我们为佛弟子应该要学习的。佛怎么样存心，佛怎么样作为，我们要学，这才叫学佛啊！学佛就叫是佛，是佛就是佛的使者啊！佛今天不在世间，我们能够如是做，我们就跟莫难尊者一样啊，没有离开佛一步啊。一一佛所皆发净愿，有菩萨行愿深大了，故真知遍拔众苦，应身普度一切。好，我们今天呢就讲到此地啊。
这个讲经呢还有一次，就是今天晚上我们的经就圆满了。后面看这个偈子长，但是有许多偈子是重诵，念念就可以了啊。重要的地方跟大家讲解啊，一看就明了，念念就过去。今天晚上讲经圆满。